这一生可能最大的成就就是陪着你们长大，就是看着你们长大。人生十年，我们回家了。你拿到这个书包，表示你成为我们原生音乐学校正式的什么？学生。对，正式的学生。来，这个。偏乡长久以来都被忽略的，没有好的教育师资，是一个很不公平的地方。我们是教育团体，所以我们要一路陪伴这些孩子到大学毕业。所以我觉得原生音乐学校来帮助这些孩子来建立信心。我们每一个原生的孩子，我们要以原生为家，但是我们也更希望你们能够时时感恩惜福。他是布农族人，可是他一直很积极的想要翻转那些不了解我们的人对我们的刻板印象。他之所以成立这个原生，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共同一起努力来改变这样子的情况。能够成为原生音乐学校的小朋友的话，必须要吃得了苦，因为他们上课的时间都是利用星期六、星期日还有寒暑假。待在原生很辛苦，可是就是很值得，因为校长他们就是从小就这样照顾我们。校长他们跟孩子们的相处中，就会深深感受到他们是很专注的，希望这些小朋友好好的。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因为不仅是要或去说服社会提供资源，那尤其是要说服部落的人愿意把他们最亲爱的小孩交到原生来。是，我就是要把我的孩子放在原生，有了成就的时候给他们看。大人啊，爸爸妈妈也参与这个原生，所以说我跟老婆一直把这个原生一个属于一个大家庭。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们可以活到十年。10年时间，终于在今年2018年成立了原生国际学院。我知道部落的感受，对，我希望我会是一个中间者，就是让他们看到原生的努力。我也希望他们不要因为个人偏见就拒绝所有可能
Thank you.